大家好，欢迎来到 Fiona 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而且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请在下方按关注的按钮，这样子我有新的视频上线呢，你就可以得到提示了。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利的是一款虽然没有龟背竹和镜面草那么常见，但是也是非常容易养护的这么一款室内植物。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像我这种对于新型的叶子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人，那这个就是一款我无脑必入的植物。这个植物呢，就是爱之蔓。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两个类型的爱之蔓。目前市面上呢，有这种普通的爱之蔓和这个锦化的爱之蔓。本来它的颜值就很高，然后我们待会儿再看看锦化的这款爱之蔓的话，它的颜值是更高，因为它的颜色配型都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你说这么美，怎么可以错过呢？它的这个心形的叶子是它的一大卖点，叶片大概大小是1到2厘米，手感呢很厚实，而且有一种蜡质的感觉，而且呢它非常的容易开花。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这颗普通爱之蔓，它开出来的花长什么样子，其实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好，首先我们讲讲这个名字和外形啊，它花如其名，爱之蔓呢英文叫做 string of hearts， 就是它一条茎干上面挂了很多的这种小的心形的叶子，是不是很可爱，很少女心？很多人买来送朋友或者送女朋友啊，也是因为这个名字呢，它的寓意是有象征爱情的这么一个意思。它呢是一个藤蔓类的植物，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这么长的这个茎杆。很多人呢是用这种吊篮或者说是挂盆来养这个爱之蔓的，因为它可以一直的往下长，然后这个就会一直的垂下来，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我自己呢是用一般的花盆这样子养，但是一般的花盆养呢，你就是除非你能找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这样子把它放上去，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还是要经常的就是修剪一下，所以我会修剪它，并且把它的枝条用来扦插。今天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扦插和繁殖的这么一个方法，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不同繁殖阶段的爱之蔓它们是长什么样子的。好了，那购买渠道的话呢，虽然它不像龟背竹啊那么好买，到处都有，但是美国这边很多的花圃你其实是可以买到的，当然网上也是很多卖家都有卖。美国呢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网店或者是 Etsy 上面很多卖家都在卖。就是价格来讲的话，普通的爱之蔓，像这种普通的爱之蔓，但是它卖的时候茎没有那么长啊，它大概就是一盆，然后差不多这种长度吧。然后这种普通的呢，4个inch 的盆一般是15到30美金这样子。不过有的花圃呢会比较贵，有的花圃会比较便宜，它的差价可能会比较大。像锦化的这种爱之蔓啊，它的价钱就稍微的贵那么一些。4个inch 的盆，像我这种我买回来以后没有换过盆啊，它4个inch 我买的价钱呢是这写的是39块钱一盆，你加上税大概40多块钱一点吧。然后如果你买的比较便宜的话，也许能找到大概30一盆的，贵的话60、70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要看它本身长得是不是特别的丰满。我这一盆大概买来的时候，大概是叶子到这里的这个样子，所以也不是特别的丰满。但是我现在已经养了有好几个月了，所以它是越长越长，而且我中间剪过，然后拿去扦插过，所以它现在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长度。下面我们讲一下养护。其实不要看它颜值这么高啊，其实它的养护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简单。温度的话，我们一般保持在15到30度就可以。你要是在美国的话，室内温度一般都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基本上没有其他需要做的。对于温度来讲，那光线的话呢，肯定还是明亮的散射光，它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虽然说它不能暴晒，但是如果你每天给它1到2个小时的太阳直射，照我的经验，因为我们家它每天会有1、2个小时的直射，夏天的话甚至是2到3个小时，我的经验是它不仅不会被晒焉，它还会长得特别的好，所以直射它其实是无所谓的。好了，关于水分，首先要说啊，
买回来以后爱之曼一定一定不要给它换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只能说都是吃过亏才会长教训嘛。所以买回来千万不要给它换盆。其实爱之曼因为它虽然这个茎长得很快啊，它这个藤蔓长得很快，但是它的根长得不快，所以你在一个盆里面可以养很久，像我这个好几个月了，完全不需要换盆，我估计养个两到三年都不需要换盆，因为它的根真的长得很慢，它没有达到一个满根的状态，你就不需要去换盆。浇水的频率化呢，其实是非常容易掌握的，但是切记切记的一点就是不要经常浇，一定要干透浇透，不然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烂根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拿起来这个盆子比较轻了，你觉得好像挺干的了，你用手摸着也是非常干的状态，你再去给它浇水，它呢是非常的耐旱，但是它很怕湿，所以你盆土太干的时候，它的叶子其实是会告诉你的，因为它的叶子呢会这样子凹起来，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它会往中间这样子凹起来，它的叶子也会变得稍微的软一些，就是比它有水的时候。所以很多爱之曼养得很好的人，他们的原则呢是等到叶子变软然后凹起来他们才浇水，这样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你浇水过多造成烂根的这么一个风险。然后讲一下施肥啊，它也是一个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施肥的植物，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新手也是非常容易养的，就是你在土里面拌一些缓释肥，你如果换土的话就可以了。太多的肥料它反而容易造成就是烂根啊，或者肥料堆积这么一些问题，所以不太需要肥料，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它一些缓释肥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扦插和繁殖。这个虽然不像龟背竹和镜面草那么好繁殖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好方法也是不难的，而且因为它价格相对来说呢比较贵一些，颜值呢又特别的高，所以你繁殖起来其实是相当有成就感的，我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而且送朋友呢也是特别的合适。繁殖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土培，第二个方法是水培，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水台里面发根。我个人呢试过了所有的方法，我试过土培，试过水培。水培就是把它的这样子剪下来以后，把最下面两片叶子去掉，然后插水里就可以了。但是我水培和土培都失败了。唯一一个成功的而且繁殖了很多的方法呢就是水台发根。那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水台发根用的盒子和它们现在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就是我用来水台发根的盒子，我目前一共是有三个这样的盒子，然后在里面用水台来给它做一个发根。我有发普通的，也有发这个景化的。景化的来说相对来讲它发根没有那么的快，像这个普通的爱之曼它放在水台里面发根大概一周左右它就开始长根了，然后呢到一到两个月的时候它的根就已经长得很好了，就已经是那种有点块状的根了，你就可以转土培了。但是这个景化的目前已经是大概两到三个月了，它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转土培的状态。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发的这几盆爱之曼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光照条件需要还是有要求的，所以我这边它其实几面都是窗户，所以它给到的光线非常的充足，而且这是我们家最顶上的一层楼，所以它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上面都比较热嘛，所以这个地方发根非常的理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爱之曼的发根的情况，我有三个盒子，这个盒子是什么盒子呢，就是普通的玻璃饭盒，因为现在都在家工作了嘛，也不用带饭了，所以我就用这个饭盒来用水台来给它发根。然后这个饭盒为什么好用呢，因为它这上面有一个孔，这个孔就可以让它透透气，就不那么容易烂，因为虽然说这个密闭在这种高湿度的地方很好，但是时不常也要透个气，不然的话还是有烂的风险啊。好了，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它现在目前的发根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应该是已经发了有一个多月了，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转土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般的那个切下来的嘛，但是它已经长了这种块状的球形的根了，然后它旁边的根也发得蛮长的了，
而且是很 fuzzy 的那种，所以它其实可以转土培了。只是我比较懒，我暂时还没有转土培，因为我下面已经有三盆土培的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应该都是一个时间放下去的。这个的球状根就还没有那么的成熟，不过也开始长球状根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好了，我们再接下来再看几个啊，因为它们都是差不多一个时间的，所以状态很像，也是长球状根了。然后呢，如果你们想看一下就刚放下去什么样子，我就给你们看这个锦化的爱之蔓，因为锦化的发根真的是太慢了，有一根这个白的根，有没有？这个毛毛的白色的根，这就一个而已。相比于这个绿色的，它已经都长出球状根了。这个锦化的真的就是特别的慢了。往下放，然后让它在节点的地方生根。这一个呢，生的要稍微的多一些，但是也还没有长球状根。它的两个节点的地方倒是都长根了，这个根要稍微长一些，这还不错。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长根了，但是还没有球状根。然后你看这个，这个的根长得多长？它下面也长了一个根，上面也长了这么多根，而且还有一个球状根。所以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锦化的爱之蔓它的价格比较贵的原因，因为它长得比较慢嘛，繁殖起来呢也没有那么的容易。然后看完了我的水培的盒子，那当然是我发根的第一步啦。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它们转土培。我现在已经有三盆这样子，已经转了土培的爱之蔓。给大家拍一个这个近的这三盆我已经转土培的样子。这三盆其实我还没有等到它根系完全长成块状，就已经转土培了。所有的叶子刚种进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干干的、皱巴巴的。然后呢，你就坚持不懈的，过一两天就给它喷水。没多久，大部分的叶子呢，现在就是这种硬硬的形状了。它一硬了以后，就说明它自己已经开始储水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而且种进来以后，它现在开始长这种新的小叶子。还有这种小的芽，然后它接着长的话，它就会有垂钓的形态出现了。它适应土壤的过程呢，你如果已经有球状的根系了，就会快一点；如果你没有球状根系的话，就会慢一点。你像它这个叶子，现在还是属于有一点干干的状态，就说明它还没有完全的生根。完全生根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球状的根系？这种块状的根是一个圆圆的块状的根。这个就是根系，它自己已经长得很发达了。我插进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没有这种根，它都是在这里面给它一些湿度，然后它就自己会长这种根。所以它的根系都是这种球状的。这个已经转土培了以后呢，你常年长期的话要保持它至少表层的一个湿润，不用浇太多水，因为它其实根系不深嘛，它就是在表面一层，所以你经常呢，大概2天左右拿喷瓶喷一下，让它表面的土壤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第一是保持它的湿度，第二呢是保持它这个有足够的水分，因为它在水苔的环境换到这个土壤的环境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的水分还是在水苔的那个环境，它的湿度啊，还有就是它的水分供给都是比较的充足的。但是你现在换土培以后，你大概也要稍微向那个环境靠拢一下，所以你喷喷水是非常的好的。好啦，我们今天爱之蔓的养护技巧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和留言，跟我一起探讨植物的养护。那我们下次再见啦！